好，有人恶作剧了，带你来看到是就是黑人陈建州爱捉弄呢未婚妻范玮琪，这回竟然用什么样手法，竟然拿假蛇假蟑螂来吓这个范范，还把影片呢po上了网络。而黑人呢是先在手机旁边放了假蛇，对他说宝贝帮我拿一下手机，结果呢范范中计了，吓到花容失色大尖叫。结果昨天招数又来咯，他在车上呢放了假蟑螂假小强，范范一上车看到他拿手机录影，一脸不高兴要他不要拍，没想到呢黑人越拍越起劲，还说宝贝你好漂亮哦，可以帮我拿下零钱吗？结果他一拿就看到了这只小强，当然是假的，但是呢范范还是被吓到这掩面哭了。